哇，这个海报做得不错，好喝到没话说啊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可爱的小女孩。欢迎收看《阴思路》第23集，我是江江。各位观众，最近有个厚奶茶，一上市就被抢光光啊！各大媒体争相报道。听说这个洛圣都呢，也有进口这个厚奶茶，但是一上架呢，就被扫空了。等等，我收到线报，地图偏远的小镇呢，有一间超商，仅剩最后几箱了。走吧，这次我们这一集呢，要带着原本的幸存者杀出一条血路，来守护这批厚奶茶。这次我们有葛伦、马基、戴尔、德怀特，还有我 Trevor， 马上呼叫一台装甲车出发吧。不好意思啊 ，Dale。等一下，这台装甲车好像只可以坐三个人哎，但是我们有五个人，应该坐不下哦。You are utterly ridiculous.机在后面那台蝙蝠车。Oh, you really suck！ 等下那丧尸一直过来，我来射他一下。我想一下办法。欸、Dale， 你去后面坐啊，跟马机一起坐啊。Dale 说他不要跟马机坐，我说格伦会吃醋啊。我先下来一下，我先把它设定跟随。哎，不要上车，不要上车！哦，为什么一上车我车子不见了？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叫一台车出来。这个是要叫哪一台？我看看啊，装甲车。这次应该够吧？丧尸开始聚集过来了。算了，我先开车好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地图在这个哦，好远，在这上面，在这个上面啊，这个衣服的上面的地图哦，路途遥远。哎、欸，奇怪 ，Maggie 怎么没有跟过来啊？他是不是迷路了？怪了，我的小地图不见了。来清一下丧尸。奇怪，他怎么在这边原地呀、啊？慢慢开，是有 bug 吗？对啊，他有在移动啊。欸、他去哪里啊？又回来。下车看他有没有发生什么异状。丧尸回过来了，我开啊，你扫射一下，我怎么打不到 ？Maggie， 给我下车啊！哎，车子要着火了，快下来啊！车子要爆了 ，Maggie， 快点 ！Oh no，Maggie！ 没关系，我再重生一个 Maggie 出来。你们跟随我 ，Maggie， 车子被烧烂了，没关系，马上生一个 Maggie 出来。等一下我先进去车里面躲起来。其实我们现在就够做了，再生一个出来就冲一下场面也 OK 了。现在换他坐不下了。快，把你解围了，走吧 ，Maggie， 随便找一台车啊。啊，他很坚持想要上我这一台车。好了 ，Maggie， 我下来
我看能不能帮你找一台车啊。我先扫射这边的丧尸。太好，我们快到这个目的地了。这边呢，哦，这个超商是个算是个加油站吧？哎，这边不错哦，充足的汽油可以使用哦。哇，你看这个门口就已经有这个泡奶茶的海报了。我先把这个沙包这边堆一下，这样丧尸至少就不会冲过来嘛，对不对？我看看是要放哪里啊？放上面的话，我可以爬上去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它放在下面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找一下这个门啊，木板把门把这边堵起来。OK， 丧尸就至少可以减少丧尸的进攻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然后先堵两个，然后车子堵在中间。我再把这个木板呢放在这个旁边哦。总觉得这个放在旁边好像不太适合啊。好，先放 ，OK。我再看一下这个门，丧尸来，我先把这个门放在边边。哎，走开，这位太太。哎，你们帮忙打一下，哎，去攻击啊，守护我一下，打他啦，快点。呆若木鸡的大家，我来先发个子弹打一下。我要先射击这个丧尸，他们才会攻击。丧尸干掉他们就不会攻击。我来继续的盖我的这个围墙，沙包就直接盖在下面了。我要把它围起来，围起来。哎，让开哦。凶哦！我先上来躲一下。好，先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现在有这个厚奶茶好几箱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次要守护这个地区，然后旁边有很多海报，这是做的很精致啊。可恶啊！这些丧尸就是不断的进来，我们就是要守护这里，你看看。我这个海报做的不错，好喝到没话说啊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可爱的小女孩，哈哈，这个贴图做的不错哦。哎，丧尸进来了啦，快点啊，帮我清一下啦。然后这边还有料丧尸啊，什么异美圣代啊，杀呀！这边丧尸太多了，哇，都是血迹斑斑啊。那个丧尸在地上打滚啊。哇塞！哎，没子弹是不是？发不出去啊！啊，糟糕，我没有枪了。这样子我怎么办？没有子弹，我怎么下去啊？我先用拳头啊！走开，你躺着不要动啊！哎，丧尸跑进来了啊，都围在门口啊！快点，把他们请起来。好，我先进到车子装甲车里面，看能不能先清掉一些丧尸。哦，是哦，大规模爆炸了。哦，整片火海啦，僵尸都烧起来啊！怎么有一个活着啊？打他！他应该不会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把门拆了啦？哎呦，失误了！我先把它装回去啊。这个门，这个是等，丧尸爬起来了，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又来一只。哦，我被围殴了。我先把这个门盖起来，堵起来。OK。踹你啊！哦，好，我记得这里面有个棒球棒，我去拿一下。啊，
获得了棒球棒啊！呵，哎呦，我打错人了！哇，他是稳如泰山啊！喂，敲头！我先清掉外面这个丧尸。锵！呵，哦，打到边边的框啊！过来吧，阿妈。阿妈过来，啪！我觉得这边要重新改造一番啊，这边好乱啊。但我先把这里面的丧尸清掉再说。我先把他们设定成……对啊，他们是用守护模式，为什么不会攻击？好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把丧尸清掉。没子弹了，我觉得这个天气应该是要下雨才对，这样才有 feel 吧。好，我改一下天气，然后呢，我把这个沙包移到左边去，然后把这个门放在旁边，把它插起来，这样子。OK。哎，对了，它可以复制啊，这复制的话还不错哎。我先试试看，试试看效果怎么样。我先把这个尸体移开。瞧一下位置，再复制一个出来，放在边边角角。哎，这个好像可以做成像楼梯一样的啊，这样可以爬上去哦，这样好像还不错哦。这位置很难瞧啊。位置应该 OK 啦，OK， 这样 OK。我们再看一下可以改什么地方啊？这个门稍微给它调整一下位置，移出来一点点。车子再移出来一点点 ，OK。我们再看一下还可以改什么？这个门应该算是围篱啊。木板，这个再复制。哎，我拿到尸体了。我用，等我一下，不好意思 ，there。奇怪，到底在哪？哦，上面那个，再复制一个下来。Yes， 这样子就可以把它围起来了。中间就放一个门就可以啦，对不对？完全守住。然后我来看一下啊，我来把那个门叫出来。这个门要放在中间嘛，对不对？这样才可以自由的进出啊。可是角度不好瞧啊，地上有尸体不好过去。就放这吧。直接走出来了，奇怪，为什么没有丧尸进攻？可是这一批被我清光就没有再进来了。我们再看一下这里面的设备，至少食物是很充裕的，对不对？虽然说架子上有被清空一些东西，然后还有一些杂志可以看。那我先把这个帐篷呢，先把它放在边边的地方，这个是他们两个情侣睡的地方，就是格伦跟 Maggie 睡的地方。OK， 然后。这是我的帐篷，我放在靠近冰箱的地方，好，这样随时可以拿啤酒嘛，对不对？那其他人就睡在其他那个工具间啦 ，OK， 工具间。我先把它收起来，我再把它调整一下，它悬空啊，感觉怪怪的。再放个萤火在旁边嘛，这样可以增加一些温度啊，对，不至于失温，因为外面下雨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做一些食物啊、水的。啊，我这边过去卡住了。那我把另外一个萤火呢放在，打开啊 ，Maggie， 让开让开，把它放在这里好不好？虽然说旁边有尸体，晚点再把尸体清掉。
对，血迹呢就交给你们去清理了。那我先喝一口水啊。先再盖一些东西出来，做一些水啊肉的。OK， 差不多了。手上拿这个算是燃烧弹嘛，对不对？拿在手上。好，你们先去休息一下吧 ，chill 一下 ，chill man chill。我看一下这边可以干嘛，爬上去。哎，你们要去哪？外面下雨啊！休息不是叫你这也跑太远了吧？哎，这样为什么 Dale 可以穿墙啊？我看一下，应该可以上去吧？不行啊！我原来复制的这个沙包是不能用的、啊。哇，只是好看用的、啊，这个太囧了。我看到这边 ，Oh no， 这边也不行。可是上次就直接走进来，这完全没有用啊。好，没问题。这个尸体浮在空中，怪怪的。先捡一下资源啊。顺便加满一下我的那个装甲车的汽油，虽然说它是倒在地上，这样怪怪的。好，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了。我们这一集呢，就是已经守住了这个厚奶茶的据点啊，这个超商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然后目前是没有看到丧尸的进攻啊。OK， 我们继续的要守住这边，然后呢，大快朵颐一番之后呢，我们就继续下一集的任务。OK， 我们下一集呢会有更多更好玩的任务出现。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啦。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，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记得分享出去给你的好朋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